Just came back from the pool, and this is the view. Crazy. 第一次来埃及都没怎么录视频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创作激情，而且工作特别累，一直在三四十度的那种太阳特别大情况下出外景，然后因为可能天气候的缘故，然后嗓子特别难受，前两天我还失声了，今天稍微好点，那就是去游泳池啊，泡个澡啊，我觉得帮助特别大，那就特别热，我刚从水里出来，好多头发都干了，就是。 这次主要行程是不是自己出来玩，是品牌的拍摄，然后工作什么的，然后所以就是行程不由自己定。然后这次去开罗、卢克索、阿斯旺，但是没有去红海和 Alexandria 的行程。我觉得如果下次自己再来的话，一定要去红海和 Alexandria。其实我在来之前有点不安的，第一是因为我。 虽然在国外经常做制片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中东国家做过，所以就是有一点担心，有点紧张吧。工作方面，然后但是旅行方面其实也没有网上说那么可怕。当然了，不建议女生自己独自出行，就是这个是在哪个国家我都觉得不太建议。虽然我自己一人就是。 也出去玩，但是我觉得 post COVID 这个时代实在是和之前有点不一样了。总体来说，这次来的感觉，可能也因为我接触大多数人都是行业内工作人也好，就是大家给我感觉都特别，首先第一安全，然后第二就是没有说那么可怕，而且没有那么多人乌泱乌泱对你推销。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，就我来的时候正好是斋月。 斋月什么，Ramadan，路上人也特别少，然后但是真正酒店啊什么的都是正常开的，所以就是说作为异教徒来讲，就是作为非伊斯兰教来讲，如果你不需要就是开斋，然后如果你不需要 fasting， 然后其实生活就还比较正常的，好不容易今天下午有那么几个小时休息的时间，不需要开会，不需要工作，我觉得真的特别舒服。 Trees.
这是从埃及买的纪念品，四个生命的钥匙，然后两个是绿松石，然后这个是琥珀，还有一个小甲虫。家里可能这会儿灯光比较好。这四个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然后就可以加个吊坠，这样是还买了一个这个小盒子，就是贝母的这种，就反正一个工艺吧，相当于是这个我觉得挺可爱的，我觉得小的显得更精致一些，打开里面没什么特别，就这样子。我刚录完一个香水的视频，就你看这些吧，就逐渐壮大，只有三分之一是我的哦。只要这是他新买的 Dries 的香水，行啊，直男会买 Dries 的，行啊。他刚录完一个香水推荐的视频，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。然后其实我有收到 request 让我推荐一下最近用的彩妆啊什么的产品，但是的确没有特别的多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会专门为眼影单独录一个视频，但是今天就顺便给推荐一下有几个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用的产品，原来没有推荐过。第一个就是之前我去韩国买了一个这个产品，这个是叫 John Sim Mu这个一个妆前乳，当时我在 Olive Young 看的时候它是一起卖的，然后一起卖的时候，然后其实有很多种，就是根据不同的肤质，然后我是这种缺水爱出油然后这种肤质情况下，然后我就选择这一款黄色的这个，然后是 Water Sun Base， 然后它就是其实一个比较水状的这种质地，然后它里面还有 SPF， 然后这个就是持妆效果也非常好，然后上脸效果也很舒服，然后这样一款产品，所以给大家推荐。就是这个是我朋友给我的，他在这个公司上班， Kelly Ray 这个品牌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应该会比较了解，因为 Sephora 现在有这个品牌，然后他家之前 Primer 特别出圈，然后就是很多美国的博主在推荐这个。 Kelly Ray 的 founder 其实是 Urban Decay 的 founder，所以你就想那就好吧，可以信任吧，行，那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厉害。但是这我从来不用睫毛膏的人，一般就是画眼线，但是现在我没画眼线，这是我的睫毛膏，就这是我的睫毛，我没画眼线，就纯靠这刷出来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它包装上它就写啊，就是非常 clean， 然后怎么怎么着，然后一天就是都不晕染。我跟你说，我去埃及出差用这睫毛膏没有晕染，你敢信？本来我眼皮就比较爱出油的人，然后再加上埃及就是那么热出汗，然后这个真的这绝了，然后它绝对不会有那种苍蝇腿或者什么。如果你是比我更有耐心的人，你可以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，就 build up 这个 build， 但是我现在就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可以了，然后我就停，然后这个就是一天的，这没问题，而且卸的时候也特别好卸，不会有任何就是说特别不舒服的感觉，这是这个。然后下面一个，这个国货的牌子 Kaleidos 就是万花镜，这个产品名是万花镜玉色唇蜜，色号是101。其实我现在的涂这个唇蜜，刚才说了很多话，它有一点掉了，在这个相机上，这个颜色显得稍微有一点橘，但其实不是的。我觉得就是这种 berry shades， 或者说这种 plum， 就是更偏紫色，然后就是这种颜色就是更适合我。这是一个不能说浅紫色，就是说粉，就是偏紫调的这个粉色，就是有一种 mauve， 但比 mauve 要更深的一种颜色。然后唇蜜的话，其实你就很难出错，因为很多唇蜜，就包括 Colourpop 的唇蜜，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它 sheer 完了之后也不 buildable， 然后你好几层完了之后，你嘴就不好看了。说白了就是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唇蜜，刚才我嘴上就是只是有这个唇蜜，没有唇膏，没有唇线，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方便，尤其现在就比较流行这种，就可能不一定是这种 glass 唇妆，就是比较 glossy dewy 的这种感觉，这个真的是特别好。然后我还买了另外一个色号，但是两个色号之间我觉得更推荐的是这个101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就是偏冷色调的，然后偏裸色的 girly 可能比较适合。然后下面一个是，这是我在美国沃尔玛买的，你敢信？就是 Hard Candy 这牌子我一直都知道，就平价彩妆里非常棒的。然后这一盘好像是3刀多，20多块钱，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。所以就是我觉得假的都懒得去仿它，因为它本来就20多块钱人民币。如果你也喜欢棕色系偏紫色这个眼影，然后它中间有一个细珠光，然后有一个细闪，我觉得这个设计绝了。就是除了这个颜色，其实还有更偏棕色系的这样一盘，反正就是这四个颜色。 OK anyways 色号应该是 Pearl
Hard Candy 它作为开价品牌，就是也没那么多东西，就是很好搜这个。后面专门推荐烟的视频，我会再仔细的跟大家讲。就是如果你一直常用的眼影品牌 discontinue 了或者找不到了，这是一个多么难受的事儿，因为就很。Clayton Paul 303我到现在用了十年了，我去日本专柜的时候发现哎全不一样了，然后新版不光是它规格不一样了，它颜色也全不一样了，然后我整个就是我世界是崩塌的，然后我就去了迪奥，然后我迪奥我就想买757对吧，没有好吧，然后关于眼影的会单独出一期视频跟大家讲，就包括我找的已经绝版的眼影的替代品呀，还有就是最近发现什么好东西啊，都会跟大家讲的。 Yes, that's it. 这就是今天视频了，祝你今天特别特别开心，我们下次见。